上在等我亲戚从纽黑文过来，然后非常漂亮的中央车站，我要拍一个视频，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星空在上面，对，还有个美国国旗，然后那边是有航班的信息，这边是 information desk 问讯处，然后这边就是来上下的 bus 出来的人，还有 train 出来的人，这边也有航，也有班次的信息那些，苹果店不能放哦，可以放大苹果店。哦，我好喜欢这个星空，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对，第一次来 Grand Central 站接人，对，以后也许会去别的地方玩的时候也会往这个站走，反正让我觉得很漂亮，喜欢 Kia Kia 的东西，又喜欢闪亮的东西。 Hello， 我现在在华盛顿广场，就是这个广场，这是 NYU 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广场，然后今天阳光很好，但其实温度，体感温度还是有点冷，因为有风，然后我最近感冒，虽然已经康复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凉。对，然后我等一下约了我一个印度的女生朋友在图书馆里去写功课，对，所以我在吃我的午饭。咦，这个广场等一会儿再会拍一个全景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进来 NYU 的图书馆内部了，然后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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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它一圈都是几层，好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层好像，六层还是七层，然后都很漂亮。那我想说钱啊，都是我们学生的钱，还有整个funding的钱啊。我朋友过来了，我要去找他了。对，然后一个题外话，一个笑话，就是这个外栏，他们说是为了防止 NYU 学生复习时候想不开自杀，笑。